每次都是第一，牛。哇、哦！这是不是平视？平视。昨天有播啊，是的，昨天有播。好了，有播，是的，马上要跑了，开始跑了。晚上好，谢谢送出的人气票，又要开始模糊半小时。哇，来了！那必须得是帅的嘛，帅帅的大男孩。看你看你看到了，我发现咱们现在的那个在线人数真的涨了好快。必须不错。我们大家可以零点看一下奥运会的开幕式。大家有看到我壮壮的大胸肌？这头发。今天天这么好，我下午已经去骑过了，骑去吃晚饭，然后赶回来跟大家直播跑步的。今天出去出门吃饭去了，这个头发不行。你接不到啊！哎呦哎呦，忘了置顶了，置顶的内容。先暂停。睫毛又长了，那是真没有。不管它，不管睫毛，那再退回去。还没开始收拾，今天打包的东西才刚到，明天开始就要收拾了。几号开始班？月底。
要搬新家，要搬新家。在进行原地慢跑的运动，超慢跑运动。新业就不是，这房子马上也要到期了，换一个小一点的房子。哎呀！感觉怎么今天肚子有点不舒服？是吃太多了吗？应该已经消化完了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置顶内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。刚跑3分钟。我这房子都2年了。就签了2年，不是每天都直播，是看看安排，比较随心。如果感兴趣我的置顶内容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也谢谢大家持续为我点赞，还有送出的人气票，谢谢。我在进行超慢跑运动，这一副老衣衫不整的，是节拍器在响。今天的雨停了。在进行超慢跑运动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置顶内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在进行超慢跑运动。对，这是一个节拍器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左上角变成热度了，是吗？劳烦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置顶链接，如果有感兴趣的内容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。大家可以看我的汗，越来越多了。这还要跑25分钟，24。谢谢送的真开心，谢谢大家持续为我点赞。我2米减20，
大家就可以只听前面2米。搬家搬到朝阳区，著名的朝阳区。我也是朝阳群众的一份子。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们，有没有跟我一样？想尝试这个超慢跑的，我海南的，老家海南。原地慢跑，原地超慢跑。累倒不累，好的好的，注意安全。不想动没关系，捧着大西瓜吃。我这样跑晃着，我还看着大家的弹幕呢，我都不觉得晕。对，有这一项运动叫超慢跑，原地超慢跑运动。这是一个节拍器的声音。用什么设备？它是一个 app。大家可以找一下这样的一个视频，可以跟跑。不是，在地板原地超慢跑，大家晚上好。如果对我们置顶链接感兴趣的朋友们，可以置顶内容不是链接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。哎呀，今天的汗怎么老往眼睛里面跑？13分钟，加油！谢谢朋友送出的摸摸头。不能开空调，运动的时候不能开空调和风扇。
音乐的时间就是如此的美好。噔噔，谢谢朋友送的云端骑行，对，是在进行超慢跑运动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跟着就是面对面的屏幕里面跟我一起动起来，就在原地，然后进行高抬腿低抬腿，然后双手摆动起来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看看我的置顶内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个关注，每天跑半个小时就够了。其实如果大家工作很忙的话，保证一周有四次这样的运动就可以了，一天一次。不会天天播，随机，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包括置顶里面的内容，如果有想了解的话可以点个关注，也谢谢大家持续为我点赞和送出的人气票。谢谢关注。月底开始搬家，再进行超慢跑运动。今天我是不是手的摆动不够大？大家看不出来，不是很明显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置顶链接。置顶内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点个关注，每天跑半个小时，一周跑四次。节拍器的声音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谢谢，谢谢大家送出的人气票，谢谢。今天可能不吃了。今天晚上，傍晚的时候去夜骑了一会儿，然后跟朋友吃了个饭，晚上就赶回来进行运动，而且今天答应大家一定要上播了。大家可以去 B 站找一下这个超慢跑运动，运动后不饿吗？还行。哇，今天的汗有点多呀。累不累？还好。马上要到了最累的时候了，现在17分钟。18分钟就是一个节点。
不用那啥，谢谢关注，也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看看置顶内容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。这个应该不咋伤膝盖，爬楼梯会伤膝盖。明天开始收拾家，收拾物品。不确定，明天不，明天差不多9点左右，大家可以来看一看，蹲一蹲。累不累？这会儿还好，刚刚有一点点，1分钟前有一点点。哦哦，明晚这，哦。明晚是另一个是吧？应该要。谢谢朋友送的璀璨烟花。对，明晚周六了。以后会有超多超多的作品，不是每天，随机。北京有40度，差不多。原地超慢跑，可以搜一搜。哎呀，太实诚了，对不起你。我差不多9点左右才会播，8、9点。我们还有10分钟。谢谢大家的关注，谢谢，也欢迎新进来的朋友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置顶内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麻烦点一个关注，谢谢。对，是一名演员。谢谢。对，蝉鸣声也很大，是的。谢谢大家持续送出的人气票，还有点赞，谢谢，谢谢关注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置顶内容。我是黑皮吧，黄黑皮。
是节拍器的声音。这个运动不需要特别大的肺活力，其实还可以。我们还有6分钟就结束。涂防晒呀。谢谢朋友送的棒棒糖。谢谢送出的人气票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置顶内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。马上，还有5分钟就结束了运动，我们在进行超慢跑运动。谢谢关注，谢谢。跑完跟大家聊一会儿。谢谢赞美。跑完今天不做饭了。累了就去休息。啊，没有跑步机，不需要，它就是一个可以在原地的超慢跑运动。还有3分半，很快很快。对，吃了。就是双手摆动。看看步伐，没办法看。因为机位是固定的。谢谢大家的助力，谢谢。跑完不会睡不着呀，每天运动养成习惯就还好。哎，谢谢认可，谢谢喜欢。没整过容。
谢谢送出的人气票和关注，谢谢。对，是的，三伏天出了特别多的汗，也很容易出汗。每天就跑半小时，应该有4公里左右。现在还剩1分半的时间，就跑完了。还好不是特别累，因为跑习惯了。住在雀羽高楼。对，是的，因为搬家基本都在家里面。哦，马上结束了。哎，大家听音乐，结束了。但不能马上停下来，还是要进行。不能马上换衣服，因为一直在出汗。谢谢朋友送出的开心，超开心，也感谢大家把我的人气票顶到了38名，谢谢。小跑其实还好，一天跑4公里。不会让小腿变粗的，我们运动结束以后要进行拉伸。都解绑了是啥意思？25名，是吗？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送出的人气票和持续为我点赞，我是人气榜第29，整点解绑哦，这样都不是特别了解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置顶内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，谢谢。我不重，110多斤。是跑步跑的吧？谢谢送出的爱你呀，谢谢。
最近在看许倬云老师的书。谢谢朋友送的人气票，谢谢。妈呀，谢谢你送出的100个人气票。我的命袋我给朋友养了，哦，没有看什么暑期档。现在的人都很多，有点小骄傲了。现在拉伸一下，大家看到吗？拉伸一下。把这个靠在屁股上，谢谢朋友送的200个人气票。就在我们小红书上面，后面我们的置顶内容就是后面需要跟大家分享的直播内容。今天我觉得应该到不了。因为现在才2000，哇，人气榜第七名，这个这手机延迟太慢了。回答什么问题？热爱记录。一截图是卡，是吧？那我不用这个手机截了。好的，我不截了。撑一撑。最近有新剧会通知大家的。谢谢朋友送出的60个人气票，谢谢，排名第五了，我要这个手机借了。又第六，虽然我不知道这个人气榜的意义在于哪，但是就觉得时常庆功就会成功。对，又来运动直播了，是的。这个热度算高吗？我也不是特别了解。意义在于挂在上头挺好的，啥意思？第一名的时候。我也不知道为什这个是需要干啥的？是第三的，可真棒呀！我可真厉害。
但有一说一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看一下我们的置顶内容，这个内容是后期需要大家可以关注的。好兆头是吧？好的，没问题。我刚刚在拉伸，我可以给大家举个腿。哦，对，应该是，如果人气榜高，应该会有更多的人进来。再来一次，不来了，不来了。抽筋了要，喝口水。有什么变白呢？还真不了解怎么样变白，但是我了解怎么样不变黑，那就是要做好防晒，涂防晒霜。我的睫毛上都是汗，是吗？有没有推荐的防晒？之前有跟大家推荐过了，是的，是的，直播。不是混血，我今天吃饭的时候，有位女生还跑过来问，说是你是新疆的吗？我说我不是，我是汉族。谢谢朋友送出的399个人气票，谢谢。谢谢为我持续点赞，谢谢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置顶内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后期都会跟大家分享的，可以点一个关注。现在都这么搭讪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可能长得有点像吧，可能。谢谢刚刚朋友送出的人气票。明天又开始正式搬家了。哎，也不是正式收拾行李了，有些些许的焦虑，东西太多了。最近暂时没有什么戏要播的。啊，最近有，可能得要过几个月。20万人气池，哎，是吗？是很赞的意思。因为我确实还不太了解。你一个人吧，我一个人收拾。我自己一个人住。冠军才27万人气票，那我们现在是几万啊？因为我不了解哈。我家泰迪在休息，在睡觉。我现在是20。不敢相信，不敢相信。
小课堂肯定开呀，开呀。谢谢朋友送出的399个人气票，谢谢。哇，我有点被爱冲昏了头脑。对，随机播，是的。大家如果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如果对我们置顶内容感兴趣的，可以点一下关注，好吧？哦，真的，杰克，不，哦，行了，结了。怎么突然有种被爱冲昏了头脑的感觉？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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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得过就算了。好了，大家不用再那个什么了，我们还是要分享我们的内容，好吧？好的，好的。尝试过了，尝试过了就行。尝试过了就行。没事儿，大家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置顶内容。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后期我们会持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日常家居，还有包括我的花房，还有画壁画、聊茶道、一起运动。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绚丽多彩，更加的积极正能量。谢谢谢谢，谢谢为我加油打气的朋友，谢谢谢谢朋友送出的399个人气票，谢谢，谢谢大家的关注，后期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跟大家直播分享的。兴趣重合率好高，因为我知道咱们小红书是一个特别垂直的一个平台，因为我经常会使用小红书的搜索引擎，它会根据我的个人喜好，会给我推荐我的，反正我喜好的东西都给我推荐了，能人异士特别多，所以之前一直都没有跟大家分享的是，觉得我自己，才疏。识浅，但是我现在呢，鼓起勇气，然后就想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对生活的一些感悟，还有一些兴趣爱好。我再解一解。谢谢大家给我送出的人气票，还有为我持续点赞。大家有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置顶内容。我刚刚是运动结束，大家也可以看看里面的内容，包括我的置顶内容有什么比较感兴趣的，我能分享的我就倾尽全力跟大家分享。因为可能加我粉丝团的人少吧，所以现在比较好升级，应该是。谢谢大家送出的人气票，谢谢。对，可能是吧，因为我也会在小红书购买一些博主的一些手工艺品，
我就知道那个升级，我也是升级。手机也是苹果，只是这个壳呢是一个方形的壳。谢谢朋友送出399个人机票。今天我们依旧做的是一个超慢跑的运动，这个运动呢，我觉得比较普罗大众，大家也都很适合。而且时间比较短暂，就半小时，每天抽出半小时就可以，让自己的出出汗呀，让自己的肌肉得到一些运动，其实挺好的。期待北京卫视，哎，北京卫视还没播吗？没有，我现在还是有一点点出汗。好的，希望咱们能顶峰相见。谢谢朋友送出的399的人气票。提问，提什么问？举手提问。一般播个一个小时左右，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。运动平台怎么搞？谢谢朋友送出的烟花。也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置顶内容，后期我们直播都会跟大家分享。我作为一名演员的日常的家居啊，还有一些我的动植物的花房，还有一个沉浸式的画壁画，大家可以一起聊聊茶道，一起运动，让自己生活更加的健康向上。谢谢大家持续为我点赞啊，因为我们近期呢是在搬新家，所以没有办法跟大家来一个沉浸式的画壁画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吧。这也是我开这个直播的初衷。对，是的，好的，没问题。感觉比之前开朗多了。希望如此。最近在家干嘛？搬家。不是，咋有点像张新成了？因为我在横店拍戏的时候，新成来我家里面，然后我开门的那一瞬间，我也有点小小的愣住。我觉得我们俩还是有一点点，相似的地方，就是他长得比我更好一些，就是五官上更加立体一点，就辨识度更高一点。我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吧。谢谢，我都向大家说的那些老师们学习，好吧？也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置顶内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欢迎点点关注。后期我们会直播跟大家分享演员的课余生活、日常的家居，还有我的花房，还有我可爱的两只小狗，小那个叫。毛利绒还是啥？还有沉浸式的画壁画、聊茶道、一起运动。大家周末快乐啊！是的，已经。姚丽蓉一点都不，一点都不可恶。来，乌力。狐狸醒了，来宝宝抱，我给大家看看，大家看看我们可爱的尤丽蓉。让他休息去吧。是的，是的，特别可爱，特别可爱。
真的，我其实小红书给他俩开了一个号，但是还没有跟大家分享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？其实我还没有跟大家分享。一般什么时候直播？随机。如果感兴趣的，可以点个关注。我看一眼吧，我也不记得了。我可以看一眼，我可以看一眼叫啥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一直刚刚都蝉联第一，啊，不能要蝉联，对不起。对，好严谨，是的，是的。一般一天运动多久才能保持身材？其实身材只是一部分，我希望大家的心态能够积极阳光，因为运动的时候能跟分泌更多的多巴胺，能让我们的激素也好，或者是心理状态能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提升。身体的健康程度也会随之上升吧。壁画直播大概是在8月初的时候能跟大家见面。对，是原地慢跑，原地超慢跑，是的。大家晚上好。如果有新进来的朋友看到我们的置顶链接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。是的，是的，没错。也希望大家能跟我一起运动起来，让自己的生活多姿多彩。今天已经吃饭了，吃了吃了。今天下午的时候出去。骑行，然后去找朋友，去餐厅吃了饭，然后再骑单车回来的，所以开播稍微晚了一点点。因为昨天也答应了大家说今天要直播嘛。我饭点其实不是很固定。我是饿了就吃，不饿的时候就还行。那明天呢？明天应该也播。明天应该播。最近会进组吗？因为现在我觉得娱乐行业可能不是那么的稳定。只能说我要临近到剧组里面的时候，再跟大家说这个好消息吧。确实，我可能稍微的要严谨一点点。我看着吃的胖，吃胖。赞赞吃减肥餐吗？在那个剧组的时候会吃减肥餐。在剧组拍戏的时候，会更加的注意一些自己的饮食，但吃减肥餐不能一直吃，会让情绪会不会特别的稳定，因为拍戏的强度也很大，因为拍戏的时候很多时候会有一些情感戏啊什么的，确实是需要摄入一些甜食。能让自己心情好一点。
我记得我在拍那个《武林有侠气》的时候，最开始就是狂减肥，就吃健身餐，吃到最后，哎呀，因为那个角色可能，比较偏悲情一点点，到最后自己的心理压力有点大了，特别是在拍番外的时候，而且那时候也快结束了，我想让自己可能不要那么的难过，让自己的心情稍微舒畅一些，就每天收工结束回去一定要喝一杯奶茶，然后自己给自己心理建设安慰，也会问我的助理说："哎，我能不能喝呀？"就，但是他看我这么的纠结，说："喝吧，喝吧，哥，没事儿，喝，咱喝，咱开心最重要。"我就喝了，结果在那个就是贩卖的时候还挺胖的，一个受欺负的那个鼓囊囊的，应该受欺负应该就是。骨肉嶙峋的就比较瘦一些些，结果我都成这样，还被打的时候，我可能是他气呼呼。大不了喝半糖，这咱不搞半糖的事儿，要喝就喝全糖。兄弟，你好帅！兄弟，你也不错哦。对，对，其实就差不多嘛，因为喝了那就喝全糖呗，那不如还不如不喝呢。我说拍戏的时候啊，普通。我就是私底下的时候，不是在工作的时候，我普通就是休息的时候、课余的时候，喝那个奶茶也好、柠檬茶也好，也就三分糖、五分糖、五分吧，三分确实没味儿，三分还不如不喝呢，是不是？可乐喝得超开心，但是我不喝带气儿的饮料。我觉得我以前睡眠挺好的，但现在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然后晚上想的事情稍微有点多了以后，睡得确实没以前好了。但一般来说，我的朋友们会觉得我是一个心蛮大的一个人，就是跟我接触比较多的朋友们认为我是一个。比较心比较大的一个性格，然后跟我相处没有那么多的，大家就会觉得我是一个还蛮 I 还挺难接触的这么一个性格，因为我平时不说话的时候有一点冷脸，然后我又有一点点社恐，不会主动打开话匣子。是新疆人吗？是呀。随便给大家跳一段新疆舞。熟了就开闸，不是，熟了那就是洪水猛兽。生日有可能线下见吗？不一定，只要我去拍戏，肯定能线下见。不拍戏那咋见呀？咱现在就是三瓜俩枣的粉丝，咋还见啊？三瓜俩枣的，咱就大眼瞪小眼。
可以办个线上签售会？哎呀，咱们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。我现在就尽我最大的能力，把我的自认为比较正能量的生活分享给大家。签的戏还没有开机呀，所以没再拍。题外话，喜欢什么颜色？喜欢紫色。但紫色有时候确实挺考验人的。对，紫色是我的应援色。不客气，不客气，想看花房，明天就有花房看了。明天可以来看花房，是的。我前天还在说什么？我们在讨论的没有这么快有结果呀，而且我讨论的是要做一件，做一件我想做的一个事情，但是这个事情确实没有那么容易实施。确实，我想做的事情还挺多。衣服是灰紫色吗？是的。衣服怎么湿了？运动，刚运动结束。侧脸也好看，我侧脸比正脸好看。这个事情和我们无关是吧？不是，还挺有关系的。如果大家愿意参加的话。谢谢帮我送出的119个人气票，谢谢。哎呀，其实我们今天已经达到了人气榜第一名了，无所谓了，大家也不用破费哈，让我感受过了那个快乐就行。谢谢大家送出的，你真棒，谢谢大家的关注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置顶内容。如果对我们的置顶内容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一个关注，我们后期都会跟大家分享的。刚看有个朋友说啥来着？因为我想做的那件事情可能是比较偏艺术、偏行为艺术方面的。推推我的作品都有些啥吧？我的作品大家可以在百度或者是爱优腾查一查。我是一个端水大师，大家都可以查一查，对哪个风格感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去看一看。然后我们直播呢，跟大家分享是演员的课余生活，一些日常的家居，包括我喜欢的动植物，我的花房，还有沉浸式画壁画、聊茶道，大家可以每天过来打打卡，运动运动，就是这样。喜欢我后面的花瓶，这个吗？这个应该是江乐瑶的一个，差不多
明代左右的一个罐子，它这个颜色呢，其实就是雨漏痕，通体是有细碎的小开片，看到吗？是这个罐子吧？这个罐子呢，更有特色，就是它的开片特别像是天空散开的那个烟花，也特别像是那个梵高画的向日葵，有没有？不用，我的眼睛就是尺。这个真的特别难得，它的开片特别的有意思。虽然它这个罐型很一般，就是比较普通的罐子，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特别像是天空灿烂的烟花。或者说是梵高的这个向日葵，有没有？像不像？我的心这么大，不会，我手是这样抓的，没有问题。最上面的可以介绍，是这个吗？这个其实跟它是一个系列的。哇，它这个呢，这个形状叫一个钵，这些都是自己去淘来的。这个是就是一个钵，跟它很像，其实跟它是一个系列的，只是这种开片比较少，比较稀有，也不用稀有吧，就是说，因为它这种是属于自然开片。这个盖子是后配的，一个大漆的一个盖子。法海的钵，是的，没有情爱，施主。搬家呢，就要那个珍珠棉给它裹好，包好。今天很多那个快递的东西已经到了，就搬家的东西，小心别手滑。盖子怎么做到这么适配的？就是得淘，需要花时间。所以我们得到一件好的器物，能让它增色，是需要时间，也需要自己的眼光。这怎么说呢？我们收集器物跟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的呀，就是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审美，然后提高自己去收藏的途径。对，都是自己淘的，是的。黑白小狗，黑白小狗是粉丝朋友送的，这是。我幼年时期粉丝朋友送的，这个是乌里，这个是 Tini。这个呢是花盆儿，这收藏的一些小花盆儿。这种花盆儿呢就比较放在那种适合在那种案台上。现在就养老了吗？谁说这个爱好只能是，有点阅历的人才能收集呢？前段时间我在一个平台上看到一个报道，就有一个00年的小弟弟，00年吧，比我小，一个小弟弟，
一个弟弟，他收藏了特别多的名家的一些书法绘画，文人墨宝，哇，我超羡慕。就这么小就已经有这么高级的审美，还有一些文人风骨的一些兴趣爱好，我觉得挺好。对，大坡刻板印象，是的。谢谢，他是有财力的，也是，这也确实是，我觉得也是他通过他的眼光能让自己得到更多的收益，他才是会不断的精进他的收藏品吧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置顶内容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。平常很喜欢文艺相关的内容，是的，没错。盲猜看不到我的弹幕，刚刚确实没有看到，只看到了这一条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跟着歌画眼妆和高光阴影面，啥呀？不得。我不化妆呀，现在。我如果化妆的话，我只会打个底，啥都不会。不，出席活动还是需要化妆的，拍戏也是需要化妆的。把我当模板，哎呀，可不敢当，可不敢当。眼妆可以省，确实是我眼妆眼，我的化妆师是挺好挣钱的。我的眉毛确实不用画，我只是需要补两根，一两根，补个一两根，补个一两根缺口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360度展示自己，啊，那不用。其实我看我自己的剧特别社恐。大家可以先唠一唠，好不好？我去喝口水，我去拿口水喝。大家可以先唠唠，千万别跑哦。我来了。其实大家运动结束以后，或者是，现在正值夏季嘛，出门特别容易爱流汗，会损失特别多的电解质。大家可以喝那个椰子水，我很推荐大家，天然的电解质水，不是椰子水，不是椰奶哈，椰子水。我以前会喝那个电解质水，后面我就直接换成了椰子水，天然嘛，又好喝。海南是不是路上都会掉椰子？不会，反正我活了这20年，我都没有见过椰子水砸过我头。
主打一个看不到你的弹幕，我还真看不到，每次都错过。但是你每次说我看不到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说话，就好奇怪哦。你这个问题是有多么的不想见不得人，双引号的哈。没有穿的短袖，短袖。上学的时期肯定得泡图书馆呀。是的，有泡。刷夜学习吗？没有刷夜学习过。我一到晚上就困了，睡醒了就去吃宵夜了，没有熬夜刷题过。熬夜刷题只会让我睡得更早。真的。是的，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，大家看看我们的置顶内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赶紧去休息。高数学的怎么样？我学的可差了。我数学可差了。我不是一个理性、理智、有秩序的人。我是一个比较随性、懒散。爱自由的人，每次发的时候我都不看屏，真的太好笑了。朋友，那不用发那个问题了，我觉得那个问题不适合我回答，可能。喝的什么椰子水？我觉得椰子水的牌子有很多。不一定要刻意，因为我买椰子水啊，我就是看到哪个椰子水是100%椰子水，它的配料只要是100%椰子水，哪个便宜买哪个。真的，我椰子水我喝过很多牌子。老师直播间人还挺多的呀，那是的呀，我今天还人气榜第一名了呢，给我骄傲的。想看看壁画，8月份会给大家分享，给大家骄傲啊，骄傲啊，那真的是。谁得了第一名不开心啊？结过了已经。等下看奥运会的直播吗？可以啊，看，要看要看。最近有在拍戏吗？开机了就去拍喽。什么样的头像？啥样的头像都
都不会很吸引我。我觉得很吸引我的是内容。谢谢大家为我持续点赞，也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。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置顶内容，也欢迎大家点关注。我们会长期在直播里面分享我作为一名演员，就是线下的一些日常家居啊，或者是动植物啊，画壁画、聊茶道，大家还可以一起运动。感觉瘦了，是瘦了一些。对，至少体验过。准备播到快结束了，粉丝团怎么加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加粉丝团。第五遍，亲爱的老师，想看一下手上戴的小饰品哦，可以。这四条都是朋友送给我的，这四条。长得好像混血，我是汉族。谢谢大家加入我的粉丝团，送出的入团票。运动结束了吗？是的，运动结束了已经。看，分明把我的汗。什么时候？我随机直播。哇，考研上岸，恭喜！自古功名属少年，就是属于你。是的，是的，直播。难道小红书能录播吗？斯文败类，我就不能演一个纯斯文的人吗？您先横叉还能下得去，我下不去。哦，看到，终于看到了，谢谢你的喜欢，谢谢，我日后呢会更加的努力，为大家也为我自己拍出更好的作品，更好的角色，能让大家看到，不负大家的期待和支持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我那边没有在刮风啊。其实能饰演特别多的角色，我觉得我是一个精神分裂的人，就可以很开心，也可以很 emo。明天直播戴个眼镜，好的好的，极其大的。只要是导演敢让我演，我就敢演。你看，我一笑起来这么的开朗，这么的阳光。我不笑的时候就真的很冷，就真的人家会觉得我好凶哦，哇，这人好难接近。是不是朋友们？以后当了导演，给你找我演男一号，你别现在就给我画饼，真的是。
你别你现在才18岁，结果你当了导演的时候38岁，那时候我已经老了，老了。人家制片人，老师，导演，你选的这个人太老了，不能这样说。那我又说错话了，就是你选的男演员上了年纪。不对，对不起，怎么越描越黑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无意冒犯其他老师。每个年龄段都有，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主角戏份，太怕了，太怕了，现在。刚刚的那个视频千万不能截图或者是录屏发出去，好吗？答应我。录屏可以把那一段给截掉的，谢谢。就有时候吧，就是容易兴奋过头，容易言多必失，三三特别怕。对啊，我很怕网暴。我没事儿，我招惹这个干啥呀？谁会喜欢网暴啊？就我还不是这么想的，对，谨言慎行，咱就是说，可不就是？我的另一个手机呢？完，我的另一个手机去哪了？我在后面。是吧？直播就是，拍视频就是会容易胖。开幕式的时候就不直播了吧？嚯，今天，那我们今天就700人下播行吗？昨天是不是也是啊？不，7000人。怎么感觉今天，哇，今天我播了。今天8000肯定是不行了，感觉今天8000太久了。播了2个多小时，我播了2个多小时了。666结束，6666结束，6666结束。6672是干啥呀？6672这个咋圆呢？6688，6688，6691是咋回事儿啊？这不一个一个蹦吗？这是六。6789，6789，行，可以，6789，6789可以。看你，看你，看你，
六七八九，六七八九，求求了，给我个六七八九。啊，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置顶内容，如果感兴趣的话，后期我们会给大家直播。拜托了，六七八九。对，稍微有一点点，六七八零，六七八九。没事，咱下播吧，要不？确实，确实这个，确实不容易等，确实。大家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我们的欢迎点关注啊，我们的置顶链接、置顶内容就是我们后期要跟大家直播分享的内容。好了，要不等七千？我看现在等七千难吗？不难不难，再等七千吧，要不？行。七千，不难，七千。我切！我发现了，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别人怂恿，然后上头的一个人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，我要下播了。太好笑了，这个朋友说的。6902，是的。欢迎新进来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置顶内容。如果对我们的置顶内容感兴趣的话，可以点个关注。线下见面，咋线下见面啊？咱就仨瓜俩枣的人。这我机场见，挺开心的呀，咱就。搞个小见面会，咱没几个人，咋搞个小见面会呀？哎，马上了，妈，等不到七千整了，过七千了，我已经知道了这个套路了，没事儿，咱就是说感谢今天大家的陪伴，我。要下播了，就是这样。我们今天的运动也结束了，也跟大家聊天了。明天见吧，拜拜。